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1号，我每天都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每天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透过我们的诗歌，让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的如此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在这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在你宝座前。然后这个诗歌都会比较快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兴奋的时候，很喜悦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拍手赞美他。我们会有诗篇，会有启示录的那个，从这当中我们一起来知道，这将来都一定会神的应许都会实现的。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他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给付流不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9:1-3。
对不起，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都可以好好的在这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一起开口唱啊，尽情的敬拜主耶稣基督。Thank you.
关系。阿妹，各位请坐。心高举来称颂，主巴不得这个时候，主愿万国万民，主都来称颂你，主你是你的荣耀，主要向我们彰显，主巴不得这时候，主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的圣灵在这里，主要恩高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等候寻求你的人，主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做工。主，这里我们在这里面，主有心里软弱的，主求你赐下刚强；主有病痛的，主你赐下医治；主啊，主有哀伤的，主你赐下安慰。主巴不得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主一同来荣耀你。主，我们讲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聚会，主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主你来赐福保守。保守我们牧师的口，主有上面永留下来的恩典，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享宝福，主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细心的来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主愿意更多的来顺服你的教训，主你恩待我们，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们一同来起立，来读《使徒信心》。好，我们来同声一起来念，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下面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抬头看看你们的这个荧幕。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呢，是由弟兄读单注节。姊妹读双数节，最后我们一同同归来读第十七节。好，我们请弟兄先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二节，姊妹请。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也将他耶稣的意思弟兄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一起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把手进树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利用自己所住的手巾擦干，来到西门彼得，彼得
弟兄，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就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弟兄，大声点。耶稣也知道要卖他们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前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一起，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愿神开启他自己话语的奥秘。我们下面要请牧师来讲到，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从最后晚餐到圣餐。大家平安。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心情来参加每一个礼拜天的礼拜。请问你生了一个儿女的，你愿意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是一成不变的，还是你愿意看到你爸爸随着时代在改变，妈妈随着时代在改变，他们也在改变，是一成不变的爸爸妈妈好，还是不断在随着时代在改变也在成长的爸爸妈妈好？你愿意哪一位？后面哪一位？会改变的，会随着环境 不同，随着我们年龄，孩子的年龄在长大，他也让孩子也经验到爸爸妈妈有很深很深很深的行为模式，是我们小时候没有领悟到的。爸爸妈妈用他非常不一样的方式，随着我们的年龄，他用不同的方式在引导我们长大。你也能够接受这样的爸爸妈妈吗？先把这个放下，假如你赞同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守圣餐。我盼望五年前的你在守圣餐，跟今天你在守圣餐，那个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个信息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身为一个牧师，30年前我从神学院出来，我在教导人的，跟现在你们觉得30年前我在分享的信息跟现在我分享的信息假如都一样，你们会打我屁股吗？你们一定要打我屁股。为什么？我没有成长，对吗？因为从神学院出来那个都只是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信息，然后牧师传道人要不断的不断的去进修，去努力，为了要喂养群众，要把上帝的真理真道分享出去。请问今天你认识的上帝是完全认识的上帝，你完全能够看透这位上帝，还是你不断在摸索这一位上帝？你随着你的年龄跟经历，这个上帝越摸越摸越深奥，你觉得你摸到的上帝是哪一位？后面的。因为你也在追求，对吗？你在探索，你的年龄在成长，你的人生的经历在扩张，然后你又很用心，然后上帝是很深奥，然后你借着你的努力不断寻求这位上帝，奥秘到不管你怎么探求，他永远在那里，对所有的人都是深奥的。不管你拿几个博士，
你来，你用心追寻这一位上帝，阿多爱是觉得，哎呀，人太傲，上帝太奥妙，人太微小，我们在上帝面前微小到只不过是海边的一粒沙。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基础的话，请你，我要拜托你，先不要批判我今天所要分享的。假如跟你过去所认识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先把它放在你心的角落就好了，好吗？因为我把我探索的要很诚恳的跟你分享，不是为了亵渎，而是为了真理的分享。你们能够跟我一起说阿门吗？假如我是很诚恳的在面对我的上帝，很诚恳的在面对我所探索的，我很诚恳的想要跟你们分享，这是我可以跟我可以给的。我们说要彼此，这是我在我这一边我可以给的。啊，请你们先用领受吧，先听听。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圣餐，让那个李梦卡说，谢谢。原本这只是一个最后的晚餐。今天这个背景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怎么样离开世间，归回父亲那里的时候到了。所以这已经时间点是在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晚餐。所以对象是耶稣跟他十二门徒吃最后一顿饭。达文西在这里画了这一张图，有一些人说那有密码，我不知道，再继续去探索啊，看你们能不能从那里面去认识到更多啊。最后的晚餐，跟最亲近的人交代最重要的事，跟最亲近的人吃最后一顿饭，然后跟他们说一些他内心最重要最核心的关怀。我们都不会永永远远活着，我们有一天都要离世，回到父那里去。你我有一天我们都会有最后一餐，我不知道你的最后一餐你会跟谁一起吃，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因为那日还没有到，但是势必我们会有那一餐。耶稣知道那一餐就这一餐，以后就没有了。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今天出去，他不知道他已经没有下一餐了，你知道吗？他的人生突然发生大变化，他永远就没有下一餐，所以他来不及跟他最亲密的人吃一顿饭，说几句他一生最重要的关怀。我要告诉你，我身为牧师，我有许多的事，我连我的家人都不明白，不能明白。我很高兴，我的三个孩子慢慢等他们长大，我很高兴，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温哥华，我的孩子都会主动的招我，爸爸，陪我下棋，爸爸，你这一次回来不能再跟外面的人约，我们一定要有两天的时间，我们要坐下来好好谈。爸爸，我们一定要到惠斯勒去过夜，我们一定要。我很高兴，上帝给我有这个机会，让孩子慢慢长大，他们长大到可以跟他们的父亲坐下来谈心事，解开过去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知道，为父的人一直在等待孩子。你刚说那一句话对我有多伤吗？你完全不明白我的爱跟我的用心。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来得及回去了解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在你身上所做的？有许多事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几个礼拜我在张师大教书，我让同学们回家两个礼拜不用上课，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坐下来约谈，然后写一些报告，我给他们一些，请你的爸爸妈妈跟你，邀请你的爸爸妈妈在你设计的环境之下，你跟他谈几个话题，了解，多了解你的爸爸，多了解你的妈妈。每一学期这个 interview 都改变了许多孩子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调整了他们，然后让一个家庭 的关系重塑。以前误解现在可以解开，以前不敢面对跟爸爸妈妈单独讲话，现在此后我给他们一个建立了一个模式。 OK， 耶稣最后一餐跟他的最亲近的门徒聊天，做一些事，他做了哪一些事？对不起，请帮我吃完饭，那一顿饭吃完，耶稣离开座位，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去拿一条毛巾束腰，拿一瓶水，把水倒在水瓶里，为门徒洗脚，洗完了，擦干他们的脚。在这里，耶稣做了几个动作。吃饱了，大家都吃饱了。我想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说了话，后面是做了事。很多人我们说了很多话，后面没有行动，没有作为。你说你是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所谓的耶稣的门徒是学习耶稣一生脚步、一生价值的人。而且是用心在学习，而且是用生命在 copy 耶稣，用生命在 copy。 请你学习耶稣，很真诚的跟你身边亲密的人很真诚的互动，可以的话在第一时间尽量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然后你的一生就不会改变你所说的话，因为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心里出来，都是很真诚的。亲爱的朋友，请你们接纳你的牧师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不会讲不是我心里的话，我一定讲真话。我不明白的，或者我的学习还不够周延，我不会说，我也不会反对别人说，因为我还在摸索探索当中。假如我所说的错误了，别人真诚的调整我，我一定接受，因为我要不断的不断的丢弃不好的，接受更好的。那完美的东西可能还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都是还在改变，所以我们不断去抓那目前得到最好的那一片。OK， 那耶稣话说完了，他有一些动作。他离开座位，他站起来，他脱掉了衣服。你知道脱掉衣服是做什么的吗？你知道你每一次要出来到外面去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你是脱衣还是穿衣？也脱衣也穿衣吗？哈，把那吃药的脱掉，穿上了更合适的衣服。你知道脱衣的意思是什么吗？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准备要下厨房了，你就要脱衣。你准备要真的下去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把衣服脱掉，因为你是你开始要工作劳碌的开始。OK， 那不是摆架子的时候。
当牧师有时候要主持比较严肃的盛会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牧师服穿上。我告诉你，那么严肃的牧师服正装穿上的时候，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你知道吗？因为太大命，把你绑掉了，你真的很不方便，你根本不能做事，那只是在主持一个典礼。耶稣后来去拿了毛巾，你拿毛巾要干什么？是的。OK， 那是要擦什么东西？流汗的要擦，肮脏的要擦，洗干净的要擦。脱了衣服，拿了毛巾，拿了水，倒了水瓶，然后走到霍老师的面前去，要为他洗脚。这是一个，请记住哈，耶稣是从他的座位上坐下来，耶稣是从座位上走下来。有人一直在告诉牧师，牧师，到底我们长老教会要去那里找一个明星牧师，比较德高望重的牧师。你知道，当你这样问我的时候，你问错了，因为长老教会一定不会有明星牧师，你知道吗？长老教会一定不会培养明星牧师，因为凡做牧师的都要怎么样？离开你的宝座，脱下你的衣服，然后蹲下去为最卑微的人洗脚。你知道现在你看到的我是已经到了美国、加拿大被训练了一阵子之后，不然你看到的我会永远是穿拖鞋、穿短裤的，因为我立志就是过那样的生活。但是到了加拿大之后，到那里牧师这一件就换掉，因为我们现在要开什么会，要赴什么会，那个服装都要补的。啊，现在你穿得太正式了，今天我们是要在野外，你这个要休闲一点的。那所以，不然的话，我可以穿短裤在这里。OK， 所以很多人说，啊，今天我可以跟你这个伟大的牧师一起吃饭喝茶，我们就不可能呢。我永远不可能跟牧师坐在一起呢。错，长老教会的牧师就在学习耶稣，所以每一个教会几乎都是小小的小小，因为要把教会建立在最卑微的村庄，去陪伴那最卑微的人。很小的一个动作，再看出一个态度跟一个价值观。耶稣他走下去，他要为他最亲近的人做几件事。 OK， 脚洗好，洗到一个人面前，他不知道他洗，他是谁？彼得。彼得说：“不，你不对，为我洗。”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假如你不给我洗，你就与我无分，我们两个就没有关系。道理。耶稣讲最后一生命的最后一个互动，为什么会讲这么严肃严重的一句话？到底为什么？我们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会爱他们到底。那个爱，耶稣，我会爱你们到底。不管我有没有在你们身边，我会爱你们到底。那个爱，他要如何用行动表达出来？没有行动的爱是虚假的，没有行动的爱是碰碰，要挂在嘴边的。耶稣的爱一定要有行动，那个行动一定要有对象。OK， 彼得，你不要成为我爱的对象吗？行动的对象吗？所以，爱是动词还是名词？动词。
爱永远是动词。对基督徒来讲，爱永远是动词。耶稣说：“你们称我主啊，主啊。”哎，你们称我夫子，请问夫子的意思是什么？导师。你们称我老师，你们称我主，你们说的都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各位，今天我们要守圣餐，圣餐是一种立约，跟耶稣打契约。耶稣，谢谢你，借由圣餐来表示你对我们的爱，借由圣餐表示你死，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血，那个葡萄枝表示耶稣的血，那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等一下用虔敬的心、感恩的心把它领受了之后，耶稣就跟我们有关系了，这是一个关系的契约，也是一个价值观的联盟。OK， 我不知道你愿意领受这一份吗？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所以耶稣先做了，然后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也要 copy 这样去做。这是耶稣对他十二门徒。耶稣把那个最后晚餐转化成为一个非常意义深远的一个聚会。耶稣做每一件事情都带着一种转化。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是基督徒吗？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不要墨守成规，不要以世人的角度、世人的风俗习惯，然后谨守那个风俗习惯，成为基督徒的一成不变的态度。 No， 耶稣的作为是常常用世间的转化变成更合乎上帝国度的。你有那个勇气吗？转化让一个升华。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做过我们当中有谁曾经指那个月亮，当你的手指指月亮的时候被长辈章打下来，有没有说月亮不能指？有没有这件事？被打过的请举手，被限制过的我做什么？很多人月亮鬼灵鬼神避人，世人的习俗很容易影响了基督徒，那基督徒也你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把人家那里供，所以孩子就把他打下来。请你们以前洗尿掉放水头，洗到掉球头，现在洗到我放不掉啊，我放尿不掉啊，狗屎了不能埋葬，要丢到那个水沟，猫屎了不能埋葬，掉在村庄外面的树头，你知道点点哪几个钟头啊？臭的要死，因为那里掉一只，那里掉一只，那是过去的习俗，世俗的风俗。基督徒，你有勇气改变吗？对，请记住，现在我们活在台湾这2350万的人口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多少？几%？5%。100人只有5个人，其他95个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你的生活习性不要完全 copy 那95%的人。基督徒要奉主的名，要奉耶稣的名，常常有余，表现出你与众不同，因为你已经成为被圣化的一个人。
你的所行所作要学习耶稣勇于去突破。OK， 所以学习耶稣，不管以后你坐在什么高位上，不管你坐的你手上有多少权力，你永远你要从那个权力的高位上坐下去，还是要走下来？要走下来，永远要走下来，永远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勇于脱去高贵衣服，勇于束腰，勇于去服侍最卑微，甚至去连接跟你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人，你要勇于去跟他们做连接，因为你爱他们，他们许多的价值观念跟你不一样，你要勇于去接近他们，去连接他们，甚至为他们而死，为跟你不一样价值的人而死，为你的爸爸妈妈而死，很容易，为你所爱的家人而死，容易，但是耶稣却为你我而死，凭什么？你很圣洁吗？你很完全吗？我们都是那么污秽的人，但是不管你的光谱是在哪里，耶稣永远为你而活，为你而死。哎呀，这是一个信仰。耶稣说：“我立了榜样，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已经知道了，若去行，就有福了。你们已经知道了。”OK， 今天你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哈，再来呢，让我们牵着手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的教宗性。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We do. OK， 所以常常当你遇到一个情境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回顾一下耶稣会怎么做，然后你就照着去做。这里有两个人，耶稣有几个门徒？十二个，十二个里面就有两个很奇怪，一个不让耶稣洗脚，耶稣说你不让我洗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什么进入犹大的心？撒旦进入犹大的心，撒旦进入犹大的心。耶稣身边竟然有一个人心里有撒旦的房间，假如十二分之一，永福教会现在有几个人？300多人。那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心里是打开给耶稣给魔鬼住的？请问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比例？有没有？连耶稣都有十二分之一的阿财牧羊的教会，当然更多啊，当然更多啊。OK， 小心啊，小心啊！这几个人都又是耶稣一个去招来的，连耶稣去招来的都有这样的比例。你们是不是我招来的？我不是，连一个也不是我招来的。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传道人，假如耶稣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你知道传道人更是如此，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都是暴露在非常高危险群里面。恳求主保守，不然真的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对，我在这里我还要再说一次，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十二章，刚刚 OK， 十三章
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也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上帝那里来的，又要归回上帝那里去。记住吗？昨天我又去参加一个诗歌见证会，诗歌见证会的人是诗歌见证，拿着麦克风在台上做见证的人。谢谢耶稣是我们的造物主，耶稣是我们的造物主吗？是不是？注意哈，耶稣一直在把自己的生命做定位，上帝他天上的父亲授权给他，他从父那里来，他又要回到父那里去。耶稣一直有天父上帝，他的一心一意面向天父上帝，他要成就天父上帝的国度，他为了执行这个旨意而来。OK， 所以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上帝所选召高摩然而完成救赎的工作。上帝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显明上帝爱世人，爱世上的人。请问爱上帝爱世人是爱基督徒是吗？我告诉你，当你去到那个以色列，以色列的人有以色列人一定告诉你，你们根本不是上帝所爱的，因为上帝只跟谁打契约？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承认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是借由谁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以色列人不承认我们，耶稣接纳了我们。注意，耶稣借由耶稣接纳我们，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非常重要的。那耶稣不仅不要在永福教会聚会的人，不管别的教会怎么说，请在永福教会聚会的人，不要像昨天晚上拿着麦克风在做见证的人说，感谢耶稣，我们宇宙万的创造者。不要害耶稣去篡上帝的位置好吗？不要害耶稣去篡上帝的位置。耶稣会爱他们到底，请问耶稣爱他们，你对这个他们的定义是谁？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每一个活着的人是吗？真的吗？你们同意他的答案吗？还是耶稣只爱受洗的基督徒？想想看。 OK， 等一下我们又回到圣餐，那是最后的晚餐，所以那一些谁在吃那个最后的晚餐？哪一些人？耶稣跟十二门徒。好，现在假如他们在吃的时候，阮老师进去了，慧玲老师也进去了，那华老师也进去了，那他们是三个人吃得很高兴，然后你认为你认识的耶稣会让他们三个人他们老醉吗？然后他们不能吃，你认识的耶稣会这样做吗？不会。不会。那怎么办？会请这三个人上来一起吃是吗？会吗？会。你会不会？会。脚遇到一个流浪汉，流浪汉接待来了，我们会不会给他吃？我告诉你哦，这一直问下去，每个人答案就一直不一样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哦。OK， 你认识的耶稣，他的心胸，他的态度，
他的手会伸向谁，会指于谁。当我们不断在告白说神爱世人，请问这个世人你怎么定义？等一下我们要守圣餐，既有这个圣餐，神爱世人，请问95%的教会都说只有受洗的基督徒才可以领受这个圣餐，请问假如等一下你没有受洗，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有一些理由，你的时间还不到，你没有受洗，你能不能领受圣餐？不要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我们两个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告诉你，我认识的耶稣，他常常跟罪人一起吃饭。我认识的耶稣，他脱下他的衣服，他为12个门徒洗脚。请问他知不知道现在魔鬼已经进入他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耶稣知不知道？知道。知不知道？知道。知道。有人要叛变他，有人要出卖他，有人现在的心怀不轨，有人现在在心里一直在低估耶稣。为什么你没有照着我心里的计划走？为什么你的做法都跟我不一样？我告诉你，请问王牧师在永福教会牧会底下有没有一些人一直说王牧师你的做法怎么都跟我心里想的都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假如你的有人的心里都这样子一直说，这样一直想，我告诉你，我已经很确定，每一个礼拜我不管我准备的多么丰盛，他在那里都没有心听我讲道，因为他里面有一些脸一直说王牧师不是跟我同一派的，所以很多道理他就听不下。同样，这里有一个人名叫犹大，但是不管犹大现在怎么样，耶稣有没有为他洗脚？还是为他洗脚。这个叫做上帝的爱，不管你是谁，在上帝的国度，他都爱你到底。爱没有颜色，爱没有距离，爱没有隔墙。耶稣为了执行他的爱，他宁可被误解，钉上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要坐上这个圣餐。我身为牧师，我今天只分享一个观念，好不好？我来分享一个观念。最近因为要选举了，很信息很乱很乱，我看到我都很难过，但是我一直不讲话，我也不能讲话。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关于性别的问题，我们传统都说，人上帝所造的人。所以说只有男生跟女生，对吗？是吗？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我至少研究了30几年。这是我的书架上，我刚刚要上来的时候随便拿的。我的书在放在台南，我的书放在台中梧栖，我的书放在加拿大温哥华。但是我这里，我来到这一间教会就知道我只有几年就要离开了。但是我手上还有一大堆有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这是我参加许多国际会议的资料。这是我这一次9月份到温哥华，我有一个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跟我美国。华盛顿那个哈佛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哪一州？我一个老教授在那里，他80几岁，是非常有名的counselor。有一个问题，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跟他联络，他马上说：“王牧师，我刚演讲完，那我采用一本书，那介绍给你，所以他马上让我知道，我的女儿隔天就用借由 Amazon 去帮我订了。
这是一个牧师，他在告白他为什么到中年以后很痛苦，很痛苦。他用他所有的钱，他割离了所有的关系，然后他就变心。为什么？他一直在告白他自己。啊，这有一天主教的，有一天我在跟一个牧师的儿子，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很敬爱的牧师的儿子。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我要很真实的告诉我所亲爱的，我到50几岁我才知道一件事情，现在我跟你分享我人生一路走过来。我3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因为我的神学院就在芝加哥大学的 campus 里面。那我在散步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芝加哥大学的 school board， 常常有一些我看得很淫乱的活动。那时候我看很淫乱的活动，怎么受得了？但是我一直从那里一直被撞击，一直被撞击。然后我有机会跟这一群人成为他们的牧师，我陪伴了很多这样的家庭，是家庭。然后现在我可以告诉一件事情，上帝所创造的神，除了很明显的男性跟很明显的女性之外，还有非常少数、非常少数、非常少数的有阴阳人，有性别不明的人，性别不明白的人。有同时一个身上有两种性器官，有男又有女的同时存在的人。我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很幸运，我们要很感谢上帝，因为从小我们被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性别很鲜明，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是要上厕所烦恼过。有人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当然要如何上厕所就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困扰。所以这一群人他们都有自杀的经验，你知道吗？当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而且他们是天生的，我现在讲的只是天生，不是那一些后天影响、后天学习那些感时嘛，我那不是我的话，我要说的是有一群人天生是这样的。所以我的界定我现在已经打破，人只有男性跟女性，我现在已经打破了。我现在知道人有很明显的男性，很明显的女性，还有非常少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台湾的社会有空间给他们存在吗？永福教会有空间给他们存在，对他们没有任何批判，很友善的对待他们，可能吗？我们的教会可能？我来这里牧会，因为有人已经知道我对这一群这样的人比较友善，已经有几个人跑到这里来找我讲话。他们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突然就跑来，然后跟我告白，然后说出他们很难在教会里面生存，因为教会里面一天到晚都有人贴这个，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生存，那怎么办？我现在只是说，除了男很明显的男很明显的女之外，还有很少数很少数的第三性者，那个第三性又有许多不一样的存在。就在这里，我举办了一个几个人的小组会，一个香港的40几岁的，是男生是女生，很难说，他现在40岁了。啊，他说他是女生，只有几个人。那一次我只有通知几个人来，因为这个议题不容易。他说他现在40几岁，他自杀了几次，他很难过，因为他还在 baby 的时候，父母亲看到他是女生，很清楚的女生，但是他的那个阴蒂那里比较长，父母亲因为重男。就协调医师，在他还那么小的时候就把女性器官给缝合，然后开始用手术，让他变成男生。结果这父母亲这个动作害了他一辈子，
他现在是40几岁，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生活。他也为了自己，来跑到美国去读博士，为了处理他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也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都隐藏的、被隐藏的很困难的生活，他要去如何去帮助、陪伴这些那么少数的人。所以，我现在只是说，朋友们，当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很复杂的、很多元的。那很多事情我也都不赞成，课本怎么样，那个教导有我很多也不赞成。但是我只是说，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有被友善的权利。你认为这对这些很少数的天生的，耶稣会爱他们吗？耶稣会拒绝他们吗？耶稣会为他们洗脚？我的信仰是耶稣一定为他们洗脚。我希望永福教会有一天能够成为，不管他是谁，不管人是谁，只要他是人，只要他能够呼吸，他活着，永福教会永远都以慈悲怜悯的心来款待、友善每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只有这样而已。这个有人就马上，王牧师，你那么言论，你赞成的，这样都不是我。我只是在说这个最基本的命题而已，我只是在争取这个最基本的命题，就是这样。其他的，那目前还不是我肯生。我用那么长的时间，30年，走过这一条路，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圣餐，你认为耶稣会邀请谁跟他一起来？我希望你，不管你是谁，这里有一个呼召。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就会爱，而且爱他们到底，脱下他的衣服为他们洗脚。彼得说：“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你不给我洗，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不管耶稣怎么为犹大洗脚，他的心既然已定了，一个人既然心已经硬了，有自己很清楚的定见了，那耶稣要怎么洗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因为他的心已定。耶稣就被这样的人给钉上十字架，因为他那些人的心跟上帝的国度的心是不太一样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很多时候很难说。但是今天我们，对不起，容我今天的信息就由圣餐稍微跨越了一些。那假如我让你不舒服，请你原谅我好吗？不要把我定时再好吗？我是很诚恳，我真的很诚恳。我就发现真的有，我真的当我走到这里，我一生下来就是很明显的男生，我的太太很明显的女生，然后我为了这样感谢我的上帝，我不必像那么有一些人为他的要如何上洗手间就困扰一辈子，我不必去走过那一条路，我不必常常为我的性别是什么被人嘲笑，然后常常要闹自杀，我不必。我要感谢我的上帝。当我们为自己的性别来感谢的时候，但是不要去压迫那些非常少数的人。我告诉你，有人在来这里找我，在其他的会议上，有人说：“王牧师，你知道你们永福教会也有，你知道吗？”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我旁边几个教会他们有啊，他们来找过我，但是我都不知道永福教会有。”你可以了解一个隐性的东西吗？这一些非常少数的人在自己的环境，在自己的家都不敢碰，因为在什么地方他显露他自己，他就死了，他就完蛋了。所以这个议题还是被隐藏，
所以当那些人在到底是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话题，不要再乱贴，一次又一次会刺伤某些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好吗？这是对我圣人牧师的一点点我的心意啊，请你们明白我的了解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就在这里，我们真的就要学习耶稣，圣餐是要纪念他，学习他，活出他所要的。今天就希望我们一起来，打开我的心。上帝，我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借由他的道成肉身，让有一条路，这一条路进入他，借由他的门，然后一直走到永生上帝的国度那里去。借由耶稣基督的宣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而且不管我们是谁，你会爱我们到底。而且在这个爱的动词背后，耶稣真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谢谢你，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我们是真的他的门徒吗？我们一直在学习，学习他的脚踪，学习他所看见的国度，学习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活在罪恶中死因地里的人。谢谢你让我们这样的神圣的时间，愿你的脸安慰我们，开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向光明慈爱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啊，来唱啊，我要在上面。哦，好，祈愿主，朋友们，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Thank you.
学习他的榜样，我们一起来感谢天父。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谁？你竟然还愿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我们那么自私，我们怎么配？我们的心里有多少仇恨放不下，我们怎么配？我们常常承诺的事，等到时候到了，我们是穿上衣服赶快从现场 逃走，我们怎么配？谢谢耶稣，你不是因为我们成圣了你才来爱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很软弱的时候，还是一文不值的时候，还是有许多生命的盲点污秽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死了，谢谢你。我们现在要拨开这个面包，就好像耶稣你那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的身体完全被揭开，谢谢你，爱就在那里，谢谢你流出的宝血滴在我们的额头上，让愿意亲近你的人，他们的额头上就有一个十字架，魔鬼已经看到你这个人是被耶稣摸过头的，洗过净的，你的身上有耶稣的十字架，谢谢你，所有愿意来领受接受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不足，我们没有资格去批判任何人，耶稣已经在圣灵召唤我们走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他们不是偶然在这里，我们相信在这里的走进来的不是被拖进来的，是自己心甘情愿带着渴慕的心要来朝见上帝领受爱的，让永恒教会永远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里包容万象，因为上帝的大爱包容了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像准备十五分拿几点钟出现，就像主耶稣打破他自己，我们是学习他的样式，谁有资格可以来领受，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耶稣说你们知道了，去行，去行，你愿意学习这样的态度去行耶稣在上帝国里看为美妙的事吗？叫你愿意，不管你是谁，这是一个餐宴，餐宴的主人不会拒绝所有访客，他会邀请而不是排拒，这是我理解的耶稣邀请你一起来，假如你愿意的话，啊，我们请啊，主持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可以经历到每个礼拜多出一点时间来到教会，你真的可以在这里享受在上帝爱的氛围里面的宁静。盼望你是一个愿意伸出手去跟别人连接的人。耶稣用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连接了
世上的人跟上帝，我们只做了一件事，用我们的手，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用我们的手去握别人的手，告诉他们说，借由这个礼拜，我也愿意跟你连接。不管你是谁，不要坐在你的高位上，因为耶稣原本他配得，但是他坐下来。亲近人员的政府永远是会被爱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给我们的爱。这是一个爱的连结，这也是一个盟约。谢谢你，主耶稣，你爱我们，我们也会爱你。也会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耶稣举杯说，这杯就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人每当醒的时候，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醒，为的是纪念我。葡萄汁代表是耶稣的宝血，我们领受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断的与主连结，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丰盛。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很好，有资格来与主亲近，就是因为我们有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成长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愿意与主连结，随他脚中心，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一个人得救会影响他的全家，所以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被丰富，观念价值被改变，会影响他的整个家跟他的工作岗位。我期盼你跟我一样，原本是一个没有什么的人，因为主，我们的生命都被丰盛。今天有49个人在这里拱手圣餐，表示我们在灵里合一。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你们每当吃这边、喝这边，是表明主耶稣的死，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一起来感谢。我们真的满心感谢我们天上的父，借由这个圣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被丢弃的人，让我们体会到我们不是被排挤的人，我们是被邀请的人。就像耶稣
的比喻，上帝的国度不断借由教会神职人员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不断去邀请人，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需要被更强一点的催促，然后我们才能够走到这里来。所有到这里来的，你会爱他们到底；所有听到领受到真理的，我们都成为生命的点燃者。不止自己的心里的火光被圣灵感动点着，这个光也会照耀我们身边的人。谢谢，借由圣餐，让我们跟上帝的国度相连接，成为一个新的使徒，要去传扬你的爱。这个传扬爱的过程叫做传福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领受我们今天的圣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现在我们请那个有福带着你的宝贝阿妈，阿妈，阿妈一起来。这位弟兄原来在三楼聚会啊，那他是要把他的女儿今天叫牧师来祝福，他的名字就是张勇。来，有福啊，有福的妈妈，那当天来好不好？阿妈，妈妈当天来，阿妈，恩轩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就是那个今天是就是心脏发育的没有完全，哦，心脏发育不完整。安排在下个月要动他们的那个术后术。好，阿妈来，阿妈不能使用这个道教过的那个恩轩哈。你想我也困起来，咱来换手机倒来。亲爱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让幼仪甲永福两个人三度三听。你想说因一个细汉仔，恩轩，总是恩轩这么宝贝、这么高水的细汉，伊对出世时心脏就有一些问题。再过一阵子他要接受手术，恳求全能的父上帝听我们祷告，藉由医疗团队，藉由大家恳切的祈求，主耶稣说凡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上天上的父一定倾听，一定医治。我们来求，我们来叩门，愿你成全。阿嬷的手也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个家因爱连结，我们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医治小朋友，就像主耶稣那时候祝福那受伤的孩子一样，一切重新开始，一个新生命重新再造，一个新的心脏从因你有了活力，因为你要在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OK， 那个永福打个拍个这个鼓励的话。下面我们要进行京剧朗读啊，我们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我们的今天的手册的下面啊，来读一起。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帝吸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吸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
我最主最诚心，要故我令世卡，令人有三卡世卡，因为我基督无我令，我令叫我所对应名来名。哦，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英文。Now that I, now that I, your Lord and teacher, your Lord and teacher, have washed your feet. Have washed your feet. You also should want. You also wash one another's feet. One another's feet. I have set you. I have set you an example. An example that you should do. That you should do as I have done for you. As I have done for you.